次签名就失败，我已经签了第三次。这里是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酷音乐亚洲盛典红毯现场，现场的和屏幕前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王清，我是冯建宇，很高兴第一次参加酷音乐亚洲盛典，亚洲盛典就担当了这个红毯主持的角色，因为我俩在走的时候发现没有主持，为什么？可能是就是郭涛老师现在比较贵吧，所以说身价比较高，所以我们是吧？开玩笑，开玩笑。啊，今年夏天呢，我和青哥一起拍了一部戏，合唱了一首歌，名字呢叫做《今夏》。那么今年春天，我和王晶一起在这里主持红毯，很荣幸也很高兴，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广州的春天里面跟大家见面。好，因为是在酷我和酷我的主会场，此时此刻。我确实是想到了另外一个人，但是不太想见这个人，因为每一次这个人的出现都会给我挖很多的坑，这个坑我还会不由自主的跳。他就是郭涛，让我们有请郭涛舅舅，有请我们的酷狗训练房大当家郭涛。涛哥，请在我们的板上签上大名来。哇，这里好，郭涛老师，这边请，这边。开玩笑，开玩笑。我为什么会有麦克风，而且还有手卡的？因为我们两个主持新人出道呢，还是要一位前辈来提携来帮助我。前辈好。前辈好，原来你是前辈啊！不好意思，其实刚才我有听到说今天没有主持人，而且说今天有人主持人涨价了，谁啊？很有名，很有名，相当有名，是我特别你说是韩哥？啊，那韩哥应该不会是阿姐吧？没有。好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2016酷音乐亚洲盛典现场，我是来自酷狗音乐网主持郭涛，再隆重的介绍一下在红毯站的我们两位主持王清、冯建宇，掌声。谢谢。今天可以说有很多的艺人都会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同样来跟大家展示有很多的方式来收看我们的直播，比如说是通过我们的没错，我们的专业主持人说话，粉丝红毯，通过对我来了，粉丝红毯及酷音乐亚洲盛典将会通过2016的酷狗的 UP 主在线直播。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今天会评选出酷音乐亚洲盛典现场的最具人气大奖，所以请各家的粉丝们喜欢的艺人多多支持大喊。是的，今天我们盛典全程除了在酷狗的2016的酷狗的 UP 主和我们的酷我秀场的音乐三个直播间直播之外呢，大家通过我们的优酷、土豆、乐视视频、华视 TV、视频凤凰视频、中国蓝 TV、咱们电视、电视电视等。熊猫 TV、斗鱼 TV、大麦、冠军粉丝网、热来直播、中广闪通、开讯视频、直播、爱看视频、魔力视频、我们的挖掘视频、爱豆观看我们的在线直播，没有错。好，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在酷我 FM、考拉 FM、多听 FM、车听宝以及优听 Radio 实时收听到我们的直播。OK， 有这么多的渠道可以来收看我们的红毯，还有我们的一会儿的主秀场。所以接下来我们马上开始，有请到登上红毯的第一组的嘉宾，是我们来自繁星的主播们，欢迎他们，欢迎。好，有请到的我们的主播是我们的裴子欣，还有我们的曹月哥，两位人气也很高。裴子欣呢，虽然说没有学过音乐，但是音乐的感悟力非常的棒，获得了繁星网2015年度最佳新人和最佳人气奖和年度最佳酷拍奖。小月哥，啊，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江水哥，江啊，他是摩羯座，他是繁星网独家签约主播，2013年9月参加繁星网举办的沙宝亮金曲翻唱大赛获得冠军。来，有请这边签名。
两位呢也是来自我们繁星网的主播 ，OK， 来跟他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来自繁星网的主播，我叫小哥哥。好嘞，相信两位呢在繁星网上引起很高，今天也好好来享受我们的音乐盛宴。谢谢，有请二位，谢谢，谢谢。好，我们浩哥站怎么样？浩哥站怎么样？啊，好嘞。来，第二组登上红毯的呢，也同样是来自我们繁星主播爱住花多，还有我们的 MFS 大金仙森森，以及我们的子欣。花多和所有的网络主播一样，从懵懂的新人阶段一步步走来，凭借积极乐观的心态，永不放弃的信念，坚持梦想，今天终于站在这里。是的，大军呢也是本次助阵艺人超级榜的第三名，可以说有非常多的粉丝非常喜欢他。主播子欣，播音主持专业出身的他，凭借众多粉丝的支持，在本次酷音乐亚洲盛典艺人助阵赛中拥有不俗的表现。来，先停在这边，有三位。好，站好，不要动，我拍照了。好，谢谢，谢谢三位，谢谢欢迎三位，有请三位，有请。谢谢。接下来登上红毯呢，也是我们来自繁星的主播，分别是我们的维嘉，还有我们的天使与魔鬼组合，欢迎三位。维嘉在2013年6月入驻酷狗繁星，是粉丝心中的男神。维嘉活跃在繁星平台中各项比赛中。遇事不言失败，但力不他在本次比赛中拥有不俗的表现。天使与魔鬼组合，两姐妹相信只要自己够努力，就一定会拥有成功的机会。欢迎欢迎三位，欢迎三位来这里签名，来有请三位在这边签名。今天也都是盛装出席啊，可见对我们的酷音乐亚洲盛典都是非常的重视。三位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人气都非常的旺，今天呢也要在现场。来观摩我们的盛典。好，来三位，看姐姐来拍照。好，谢谢，谢谢三位，谢谢。接下来登上红毯的呢，同样是来自我们繁星的主播，分别是陈先生叫陈浩辰，以及我们的 Darling 小倩，还有王小样，感恩有你。陈浩辰2015年进入繁星主播，还在读大学的他一直坚持自己的音乐梦想。他优质的歌声吸引了众多粉丝的关注，一路向前的他在众多主播中脱颖而出。小倩在繁星直播已经有3年，在繁星飞速发展的同时，小倩也在飞速的成长，稳步前进。今天来到红毯现场，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喜欢他，期待他的直播能够越来越好。是，有请三位。小样呢，虽然只接触了在半年前接触了我们的网络直播，但是现在人气非常的旺，也是有众多的粉丝喜爱。欢迎三位，欢迎。来，三位面向前方，我们拍照留念。好，谢谢，谢谢三位，享受今天晚上盛典，谢谢，谢谢三位。好，刚才回到我们中间，我刚才才想起来，我来红毯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拍照呢？你们就没有给我拍照啊？好，来，我们重新，是，我们让后面的嘉宾先准备一下，我们现在可以来慢慢的跟大家先聊一聊我们的今天的到场嘉宾阵容，对不对？对。除了有我们的王星、冯建宇这样子有高人气的我们的偶像之外呢，还有很多的粉丝也是为他们的偶像来的，我们看一下那边的大旗，华晨宇的粉丝在哪边？好，那我看到你们的旗帜，我还看到有邓紫棋的粉丝。江映蓉的粉丝，江映蓉的粉丝，欧豪，欧豪的家在哪里？刘星的粉丝，我们好妹妹的粉丝，金志文，哦，薛之谦，今天真的是助力女，对，然后还有徐浩的粉丝，武艺的粉丝，山里的粉丝在哪？OK， 王星、冯建宇的粉丝在哪边？好了，
我相信今天呢应该是一个盛会，会有很多艺人朋友都来到我们盛典当中。所以接下来我们马上来介绍下一位登上舞台的艺人喽。接下来有请到的是我们的新晋的非常会唱歌的一位女神庄心妍，欢迎庄心妍。在过去的一年里，雷发三张专辑同时开了自己的第一场个人演唱会《甜言蜜语》。他拥有标志性的俏皮活泼的甜美嗓音，为歌迷呈现出一种充满活力、清爽的音乐风格。乐迷们在庄心妍的歌声里听到更多的甜蜜和喜悦。庄心妍也是我们酷狗的老朋友了，也是酷我的老朋友，并且呢，在我们的酷音乐亚洲盛典呢，也曾经有过非常不错的表现。今天看一看我们的庄心妍会怎么样在我们的舞台当中带来全新的表演。欢迎心妍，欢迎，有请。来，在我们这边签名留念。我觉得涛哥待会儿有我们，我觉得我有必要让你重新走下红毯，然后拍照留念。是不是？我也觉得。我现在心妍先来拍照，来，先来拍照。哦，去年啊，我们先拍照。我想认识他，好想。好嘞，来，接下来我们要聊天。对，这样。欢迎来问。去年真的是好猛，一年发三张专辑，然后今年的工作重心还是会在专辑上面，还是会办很多的像与歌迷互动，还是演唱会。演唱会有一直在进行演唱会，然后最近的一场演唱会大连站刚结束，然后呢？接下来还会有一场演唱会，最近的一场演唱会是5月20号在湖南邵阳。5月20号哦。不知道有没有湖南的朋友，若有的话，将到时候可以来现场支持一下我。我觉得待会儿私下有必要和。心妍姐一起有没有票啊？ Okay. 对不对 ？OK， 52是很特别的日子哦。对对对，选的那天应该是有特别的主题吧？对，会有一个跟这个520比较有关系的一个主题。Okay. 我相信大家都能懂的。好，特别期待。好，对，其实要说到了，在我们的盛典当中，今天也会有一些特别的表演，会不会？会。会有特别表演。对。可以透露一点吗？我想说这首歌，我会演唱一首歌。保密是吗？对，也要保密。好，如果你保密的话，也不会让你下去喽。好嘞，那接下来呢，好好的享受我们的盛典，好了，晚上还有精彩的表现哦。谢谢，谢谢庄心妍，谢谢，谢谢。好了，那刚刚你们说到了，其实呢，我刚才走上红毯少一个环节要拍照，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不要一起拍张照啊？我今天带着两个徒弟。在红毯上跟大家介绍每一位到场的，应该是前辈艺人，但是你们是前辈，可跟他们要多多的去探讨一下，怎么样在舞台上的表演，怎么样在音乐上的成绩，尤其像前辈要探讨一下怎么在主持上的功力。阿雅姐一会儿会来到红毯哦，好，哇，我们现在紧张，我们现在拍张照，咱们三二一一下，对，我们三个人同框，你们要吗？咱们三个人三个一走上去，我们三人在哪边？现在耳机前面这边，对对对，这边来，这边好了。后面的一流我也懂不及了，然后这三个人在干什么？那我们三个一起来，一二三。好，欢迎郭涛姐姐来走上红毯。我跟你讲，其实拍照的意义是什么？接下来我可能就要把你们两个人自己留在红毯上了。不是吧？因为呢，一会儿呢，韩哥和阿雅姐就会马上来到我们的会场，然后今天晚上也会有我们三个人跟大家带来一场非常酷的盛典。所以今天晚上各位看一下我们所有的表现，更重要的是要把鼓励送给我们的王心跟冯建宇。今天红毯上他们是你们第一次主持，对不对？很棒，一会儿呢，好好的跟我们的前辈聊聊天，好不好？加油喽！没问题，谢谢乔哥，我先走了，好，各位，一会儿见，拜拜。谢谢，拜拜，欢迎鹏哥。好，终于把他送走了。特别开心，今天真的是来了很多位大咖艺人。现在走上红毯的是刘佳。刘佳呢是华语乐坛八零后新音乐制作人中的音乐才子。刘佳在过去的2015年，刘佳创作了《手爱》《大风》《人渣》《别人很叮当》等歌曲。他
还精心筹备了巴西他亲自创作的不演唱的深深一个人手，把自己亲身筹备的演唱会传达听众会坚持对音乐的情感，以及他作为接受的作品。来，我们在这里声明，欢迎欢迎大家，欢迎。好酷的味道，真是没想到写宠爱大梦想家这这么前辈都这么就是居然是这么一个酷帅的帅哥，帅哥的前辈。好，来到我们中间，想问一下我们大家，在从歌手音乐制作人跟演员的前辈其实两个我都喜欢，因为做制作人和做歌手也是一样的。做歌手可能比较需要更酷一点，做制作人可能就是把握的这个这个空间大一点。那想问一下，这个一个人手这首歌，这个歌曲的创作源泉来自于哪里？来自于生活，然后来自于平常的一点一滴，跟朋友聊天啊，跟你聊天啊，灵感就来了。那你跟我聊天之后会不会是一首歌曲？可以。我很期待，因为我第一次见刘佳老师，但是之前那几首歌我都有听过，像《宠爱大梦想家》，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您是会有这种风格路线的人。然后在私下里面会不会也是一个很回头面，还是因为您的外形都有一种真的超酷的感觉，然后这几首歌听着就是很青春，对，所以您的给我们的感觉跟自己不太一样。对，其实我私下里面就是这样，因为我TFBOYS 因为他们是90后的小弟弟嘛，然后我做他们的制作人，做他们的歌曲，所以我一定要也是一个很潮，一定也是一个很年轻心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私下里面是这样，真的很棒。对对对，谢谢你，谢谢你，好，谢谢，谢谢马上有机，谢谢我们的粉丝，好，谢谢，谢谢。我亲哥没想到会有这么酷、哦、对，我以为好，现在同款上校走来的是 SING 女团，是拥有6亿音乐用户、中国第一音乐门户酷狗音乐与旗下在线直播平台酷狗繁星网，针对90后自信爱表演张扬个性的特点，重点全力打造在国内规模最大的欧罗概念90后女子天团。在去年8月份正式出道后，连发火热单曲《Blue Blue Blue Blue》、《铃儿响叮当》等，很青春活力。对，我觉得在于咱们两个今天不光是台主持，能够见到很多前辈艺人和现在实战成果的男团女团，咱俩真是再见的便宜了。咦，好好好。好，来，请我们的 SING 女团来这个签名。人多力量大，我签好名的话在这里拍照留念。对，来拍镜头，拍镜头，好，保持你们甜美的笑容，有拍照啦。因为可能会有很多人还不熟悉我们 SING 女团，让我们有可能一个一个的自我介绍一下，好吧？谢谢两位喜欢你们的朋友们，好。
去那边吧。其实青春有点害羞，他从这走过去看你一眼都没有感叹，有吧？对，因为平时就看你比较多，也看烦了。然后今天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就是女团嘛，我还是有点紧张的。刚开始谁说笑点低？你自己一句话把自己说笑的笑点是有多低？你会不会再坐下？大家好。开玩笑啊，还想问一下，最近有发的新单曲《Kiss Me》，想问一下，你们平均多久会发一次单曲？这个单曲发表的时间是根据我们目前的状态还有工作量决定的。当然有可能在2017年至2016年，跟大家见面的作品会越来越多，而且见面次数会越来越频繁。所以我们现在大概可能会在每个月都会出作品，几乎算是。哇，真的算是高产量，歌迷朋友们真的有福了。对，一个月就有一单曲，你像咱们两个半年了才一首歌，别给自己加戏好吗？但是都是宾主尽弃的，你们。不，啊，谢谢。好吧，这个承认了。啊，咱们俩去年的盛典就大家都已经见面了。不知道你们去年在这一年里面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觉得每个人的收获是不一样的，就是我对于我自己来说最大的收获应该是。收获了一批，就是不管经历什么风雨，都会陪在我身边的粉丝。然后我想知道，其他人应该有其他收获吧？哦，你这个梗泡的好，这个对你先说，然后一定要交给那个笑点低的这个姑娘说。哈哈哈！我觉得好像我今天听到了哈哈笑点。有产作品，有高产量，作品又好，然后又是一个很有上进心的女团，真的是很期待她们给我们带来的表现，对不对？好，那么要不知道我们今天晚上会不会有一个精彩的表现？好，那喜欢他们的歌迷朋友们，真的晚上好，期待他们的演出。好，谢谢，谢谢，辛苦你们，谢谢。好，现在欢迎我们的小爱与花儿乐队，还有我们的影视音乐才子唱放唱作人何慧慧。小爱与花儿乐队是由钱花乐队的成员鼓手王文博、贝斯手郭阳与90后混血美女小爱正式重组而成。神秘技术上小爱出现后迅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更被网友们称为曙光女神。在过去的一年，也是他们重组后的第一年。开露天演唱会，出新一批乐队正在焕发新的活力。欢迎我们的，欢迎我们在这儿签名，然后拍照。何慧慧，来，我们在这里签名，对不对？花儿乐的时候你是多大？我上学。我们在上次酷狗的繁星盛典的时候就已经有见过各位的表演，我们两个在台下真的是哇，好帅呀。那么小爱你是新的成员，然后当初你们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对，当时
机会，然后能够创造出这么好的一个，产生这么好的一个化学反应。去年年底在新基地里，荣耀召唤由小爱作曲，你的灵感来源是来自哪里？有点恐怖哦，我眼睛都亮了。艾欧尼亚，欢迎。哦，好啊，电竞一学厉害啊！好，不要在这里讨论那种私下的这个游戏环境，好不好？好，我们请花儿乐队，谢谢。希望今天晚上能够给我们带来不错的表现，谢谢，谢谢，谢谢。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江映蓉，让我们欢迎华语唱跳型女歌手，一张人卓明的漂亮脸蛋，一副让人羡慕的完美身材，一份让人温暖有爱的心灵，一种让人痴迷的出众才华，一份与生俱来的女神气质，连她今年发行的歌《已够》都在彰显着她独特的女神风范。来，我们欢迎江映蓉。哇，这个好有气场。好，在这个现场，我这个有点紧张了，看我现在站得很熟了，我看出来了，我一直在抖。来，我们可以留念，谢谢我们的江映蓉，我们都是后辈啊，是我们的老师前辈，想问一下，江映蓉，大家都会称你为女神，觉得女神的标准是什么？我觉得我应该是女汉子吧，对，因为女神的话可能比较柔美一点，那我可能是那种敢做敢当，然后比较往前冲的性格，对，比较直爽，对，所以说是一个敢做敢当的女神。因为刚才走过来这种气场，我们俩真的是有点像，就像小粉一样，好紧张。我看这空中的树叶啊，就吹得哇很乱。那想知道你是什么星座呢？我是水瓶座。水瓶座。对。其实，我这说这个问题，我也不是很懂这个星座，但我觉得这个星座真的很厉害。找个话题。你什么星座啊？我是处女座。哦。不太。那你呢？啊，我。这个就是总会有点秘密，对不对？我怕我说出来之后，大家都不愿意跟我做朋友了。好，希望您今天能够给我们带来特别精彩的表现。好，谢谢，有请来精彩的表现，来，谢谢。哦，下面有请我们的新生代偶像朱元斌学号。朱元斌学号一路跋涉始终不忘自己的音乐初心，于过去的一年推出首张专辑《重生 River》，寻找自己的音乐梦，紧跟着《太阳走后》，时隔一年初心归来，两人以《彩虹物语》为新的起点，带着梦想重新出发。好，欢迎我们的朱元斌，欢迎二位，欢迎二位，来，再把掌声让我们的名字。来，大宇看看。鲜肉，我好有压力。小声，咱们两个真是雷也糙了。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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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想问一下这个，大家最近比较关注的，就是比较火的，一起努力参加的《天天小兄弟》这个节目。跟那么多的小鲜肉们齐聚一堂，虽然准备特别的帅，但我想问一下，你们有压力吗？因为回到天天向上的舞台，对我们来说像是回娘家一样。因为最早在之前，我们是柔追的天天向上的舞台上第一次登上舞台，所以就觉得这一次回去的时候还挺亲切的。和其他天天小兄弟，其实大家都关系特别好，就是每次录完节目一起吃火锅下来，所以没有什么压力，就大家都相处的。就彼此很好朋友，对吧？所以说对你来说是，唱歌或者说比较容易，还是主持？因为天天小兄弟是作为主持人吧，还是？对，
对，是作为主持的小兄弟来。你个人会比较偏向于哪一方面？觉得是我觉得在主持会更放松，还是说在其他的吗？我觉得因为我们做音乐也是做了就是六年时间，我觉得音乐上来说会更自由更自我。对，然后我知道你们主持人的话就是你们这样需要去维护嘉宾，然后帮助嘉宾说出他们想说的话，但是做音乐的话是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就所以说你根本就没有看出我们俩是非常业余然后一次的主持人吗？没有，很专业。对吧，我就紧张就流汗，其实我装的比较像，有没有？啊，来想问一下二位啊，你们俩一起出了首张，一是最后一张合体专辑《重生》，那么在未来的音乐道路上有机会在彼此的音乐中再度合作？这次来这个酷音乐亚洲盛典，我们两个虽然是每个人唱一首歌曲，但是也是唱上一张我们两个合作的专辑的歌曲。那今年的音乐计划，我们两个是准备每人都发一张个人的专辑。好，那谢谢我们朱元斌的指导。我觉得通过就是像咱们今天就接触到这么多艺人嘛，而且两位真的是，看二位我觉得才叫你是鲜肉吧，没有没有，小生，你看人家长得有多俊。还有，我觉得咱们俩是不是可以和其他这些前辈老师学习学习？啊，我会比较糙哦。好，那就不比了。啊，那让二位来，谢谢二位，期待谢谢二位今晚的精彩表现。接下来，好，现在在红毯准备好的是严艺丹，欢迎。严艺丹呢，被外界誉为新月才女，她的演唱用情用戏，更见用心，将一段戏剧情商唱得深入骨髓，令受听者无不动容。来，有请严艺丹在晚上亲相见证。今天得到2015年的党的电报数上。音乐人生在此曲能够由他人创作并且献身于他人，天哪，真的是绝了。然后在这里拍照，拍照片，好妹妹，好妹妹乐队。好，接下来走的真是中国民谣乐队的颜值担当。去年在北京过人体育场举办了自己的演唱会，可谓是万人空巷，简单干净的音乐是他们的标志。让欢迎好妹妹乐队。二位前辈来说，我们真的是非常期待二位今天晚上的演出能够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效果。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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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好，现在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张洋洋，洋洋。来，我们洋洋在过去的一年里致力于音乐，发行了单曲《做你的真才》，转眼不见最佳专辑，朋友每首歌都能看到一个不断蜕变的张洋洋。来，我们拍照。不是第一次见了，对吧？因为上次一起对一起录过节目，那时候就觉得张洋真的好帅。上次说的很厉害，对吧？所以说今天给他记仇了吗？你俩私下解决一下问题吧。那想问一下杨洋，对自己未来有什么希望呢？谢谢，谢谢，今天晚上精彩的
谢谢。好，接下来欢迎我们这位小鲜肉武艺，年纪轻轻，其实今年已经是武艺出道的第六年了。上个月作为男一号参演电影《沉睡千年的古墓女友》，本月白色情人节的时候推出了全新单曲《你懂我就好》。好，我们欢迎武艺，欢迎武艺。来，我们的武艺，在这里宣布名字。白色情人节推出的新单曲《你懂我就好》，最想唱给谁听的？没有喜欢，没有喜欢。好，那今天晚上就唱吧。今晚上唱一段。好，那我们期待明天的精彩表现。好，谢谢我们。下面有请我们的薛之谦导演，欢迎。哇哦！国民段子手薛之谦，欢迎欢迎！去年一年的薛之谦可谓是非常的红火，以主演的身份参演电视剧《男人帮朋友》，时隔两年签约了新东家海蝶音乐，首次担当制作人便一人包揽了音乐里的所有词曲创作，而且始终对音乐爱好热度全烈。谦哥，来，有请到这边，欢迎薛之谦老师。我们的梦想，薛之谦老师对于大家关注的生活和段子高音歌曲本身，然后看我的本子，高音歌曲本身这件事本来我是不认同的，但是你自己有什么看法？对于段子本身还是对于歌曲本身？就是他们会比较在于发段子，而不是大部分。不，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朋友会听我的歌的。其实发段子发半天，最终的目的还是让大家吸引来注意到我这个人，然后注意到我这个人，我才能散布我的歌曲，这是我想要的一件事。哇，薛老师，薛老师不仅是段子王，而且很有手段。对，因为坚持了十年做音乐了啊，你看前两年的时候我都没到这个颁奖礼，是吧？我自己都觉得一直很傻，所以这两年又正好回暖了，是吧？又开始就是慢慢的变得大家开始听我的，我也觉得很荣幸啊。希望今天可以拿到一个我很喜欢的荣誉啊！好吧，谢谢。2016年可以告诉透露一下你的发展方向或者发展重点吗？唱片，再过两个月就会发片，然后呢，除了再过两个月以后发片呢，12月份左右我还会发片。我基本上一年会做个8首新歌左右跟大家见面，对，所以现在这两天我在，并且很急促的在写，对，高产，真的是超期待。谢谢薛之谦老师，谢谢大家，给大家麻烦，谢谢。期待薛之谦老师，谢谢表现，也希望世界和平。好，接下来欢迎刘惜君。他蛰伏了3年，3年后带着全新专辑回归乐坛，一举拿下音乐先锋榜2015年度网上人气先驱歌手的奖项。哇，真的好漂亮！欢迎我们的刘惜君。3年的时间的确是还挺久的，对于我来说，3年也是自己在我的
军真的是这次筹备的时候得了很多的人生展望。那我们接下来期待你们的表现，谢谢，谢谢，谢谢。哇，有请金志文，有请金牌制作人、唱作人金志文。在去年发行了口碑双丰收的喜剧电影《夏洛特烦恼》的同名主题曲，并荣获2015年金笑杯影迷嘉年华颁奖盛典年度至美人奖。该曲也是金志文的全新代表作。好，注意安全，好了，粉丝朋友们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超级大暖男，而且我们今天晚上也参加了芒果新乐举办的《我是歌手》的推广赛，并登上了《我是歌手》的舞台，所以实力非凡。来，金志文老师在这里留下。也是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好，这个我提醒咱们在场的粉丝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要注意安全。对，超级大暖男啊，真的。好了，汪苏泷老师，请你不要再沉迷于和粉丝合影这件事情里，好不好？好，有请我们的汪苏泷。来，我们的汪苏泷在这里，请大家请注意。汪苏泷说：“上面如装马和出现了，然后在一个桶子带走了半个鸡蛋，真的是一笔一划的事啊。”哦，这边上次见面的时候穿的风格很不一样，今天很青春洋溢。对，因为之前在这个活动开始之前，我跟汪苏泷老师之前我们俩有聊过，汪苏泷老师有聊过，我跟他说，同志我也要参加这个活动，咱们就可以出台了。好，那么我要问你们几个问题了，汪老板，今天自己来到我们的盛典，好兄弟徐良在忙些什么？其实我们俩最近都变成了那个作家，然后就是有出书，所以到时候送你们俩一本，好不好？但一定要签名。你们俩有时间看吗？没时间看其实也没关系，就是徐良的书一般。然后其实我们俩就有认真的写作，然后他也是为他的新专辑啊来筹备。然后我这次也是因为去年发表了新专辑嘛，所以这次开心能够来到酷狗。对。然后我们知道去年你出演了电视剧《花千骨》创造了热门话题，对，这个我知道，因为我特别喜欢武侠。他还那个给那个新版《射雕英雄传》写了一首歌，叫《爱过谁》，对吧？对啊，我想问一下啊，想问一下王总，有没有考虑出一张影视的，专门做影视歌曲的专辑？有想过。其实我觉得，希望以后有多一点机会尝试，然后可以出一个影视合集这样子。对，那就是
谢孟总，谢谢，晚上见，晚上见，晚上见。好，接下来 Wonders， 我们的复古女王 Wonder Girl， 以总和魅力而惊艳全球的她们，时隔三年，首次以四个人的形式重磅归来，发行了新专辑《吕布》，而且90%歌曲的词曲都是由他们成员自己来创作完成，再次展现了无限的魅力。中国的歌迷们打一个招呼吧，好吧。让我们中国的歌迷打一个招呼。哇，这中文相当的棒啊！想问一下，接下来有在中国局想做见面会或者是演唱会吗？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一定会来中国。哇，中文好棒，好棒，真的好棒，真的好棒。想问一下，时隔三年之后，你再度发现四个人以半个人形式回归，怎么想到以这样的方式呈现给大家的？然后很幸运的是，粉丝们对这张专辑也非常的喜欢，然后希望下一张专辑会更好，更受到大家的欢迎。哦，真的很棒，期待你们精彩演出。好，好，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观众。感谢环节，我们就是这么的生硬。今天我们的盛典全程除了酷狗繁星网2016的酷狗的汤和酷我秀场彩虹音乐三个直播间之外，大家还可以在优酷、土豆、乐视视频、华数 TV、TV、第一视频、凤凰视频、中国蓝 TV、小米电视、手机电视、电视粉丝包 TV、斗鱼 TV、大麦幻境粉丝网乐开直播、中广闪动开讯视频、新主播爱看私密模拟视频、挖机视频、爱豆观等在线活动，观看我们的直播。开心啊！刚才有 One Girls 真的，因为我是听 No Body， 我听了好多遍嘛，我中间舞蹈，我以为你要说你是听他们的歌长大，没有，我想一定要跳给我，唱给我，跳给我，好不好？我呀，要。在现场我就是这么无情会拒绝你，那真的很无情，因为今天我觉得，首先果然呢，我是要走一个高冷的路线，对。让我们请下一位艺人，好，有请我们的中国流行原创女歌手刘希。去年刘希推出了个人专辑全新专辑《My Room》，作为2015年末献礼，该专辑以英文为主打，词曲带有浓烈的刘希个人风格，展现了才子刘希过人的创作实力，让人耳目一新。让我们看刘希的粉丝在哪里。好，欢迎我们的刘星在板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这造型一直这么多变，那么今天这个造型是自己设计的，有什么含义吗？没有啊，就是希望就是可以以最简单的一个比较自我的一个面貌推荐给大家吧。因为其实之前参加了演员礼，有很多人叫我穿过那个晚礼服啊，对，所以很多人觉得好像不太像真实的我吧，对，然后所以现在就回归自己。对，我觉得真是。不管是出于好还是三生活，让自己舒服才是最好的状态。对对对，没错。辛苦。好，我们谢谢，期待今晚刘星的精彩表现。谢谢谢谢谢谢，辛苦老师，谢谢。让我们欢迎邓紫棋，谢谢。我们的亚洲小天后，香港女演员邓紫棋。好。邓紫棋以及她的。音乐总监周宝，经纪人张丹。哇，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粉丝真的是很热情啊！哦，我们的粉丝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不好？注意这个前面的咱们这个护栏，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好的，欢迎三位。欢迎欢迎，来，在板凳身上，这里有名字。谢谢谢谢。好，欢迎我们三位。因为我们今天呢就候选这个全年最佳专辑奖，然后其实这张专辑《新的心跳》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去做，然后除了我在音乐上面的创作方面，还有我的制作人 Luko 在制作上面，还有我的经纪人 Ten 他在视角方面，其实我们三个一起共同的去努力，才有今天的这张专辑，所以就觉得希望可以庆祝一下我们一起努力的一个成果吧。哦，这个喜欢这张专辑的朋友们，你们要有福了，真的花费了很多心力。想问一下，对，就以前大家看到的穿是皮衣皮裤这种很酷炫的造型，今天这个造型是自己设计的，有没有特别大的差异？当然不可能是自己设计的。我刚刚从美国回来。从美国洛杉矶回来，然后这一趟美国之旅呢，我们就认识了很多很厉害的一些 designer。然后我今天的这一条长裙呢，其实就是来自 Quarter Star Fashion House 的，所以其实接下来继续的会给各种各样不同的惊喜，希望今天的这一个造型也有给到大家惊喜。好，谢谢我们的金三角，来。期待今晚的精彩表现，谢谢邓紫棋老师，谢谢青春妹老师，谢谢。下面走上红毯的就是我们主持大前辈阿雅姐，欢迎阿雅姐。阿雅，著名主持人、歌手、演员，时而红豆大红豆绿头，时而结婚狂，这就是百变出奇的阿雅，大大的惊喜着我们。而此次盛典，这位全能女神将与汪涵、郭涛强强联手，为我们盛典共同担任主持大任。欢迎阿雅姐。来，阿雅姐在黑板上介绍我们的明星名字。阿雅姐特别紧张，因为上次上台，我们
没有准备好要怎么去和阿雅姐说某些事情，然后造成一些尴尬，所以在这里跟阿雅姐道个歉，不好意思。拜托，我才要跟你们道歉呢，谢谢两位的逆袭这么的成功，对不对？我已经逆袭到今天的主持人了，对。有跟你抢饭吗？有没有？不会，没有没有，完全抢不动，好不好？我对于这个孟建宇还有那个王星的表现，我觉得能够跨界，然后可以有多元的发展。现在的九零后就要像您这样这么的有才华，所以我今天看到你的发展是非常的开心的。而且是今天是酷音乐，对不对？对。所以你看，今天阿雅姐姐穿的也是很酷。我希望今天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除了广州的朋友，还有我们所有在网上同时收看的朋友，嗨起来！嗨！广州的朋友，尖叫声在哪里？我觉得现在可能是因为晚饭时间快到了，大家还没有吃饱，吃饱之后希望你们叫大声一点 ，OK？ 我的阿雅上来，我完全就是绿叶嘛，我真的是不想让阿雅老师下去，然后。没有这么帅气的绿叶，我也觉得很开心。但是没有办法，我的荣幸。对，现在我在休息，然后今天晚上会和汪涵和郭涛老师一起同台主持。OK， 非常期待艾老师。谢谢谢谢，辛苦辛苦。哇，你们两位好有那个彬彬有礼、很有绅士风度的感觉，让我觉得自己好像会呢。OK， 大家再见喽，好，再见，谢谢。拜。让我们有请王心凌。甜美教主蜕变为性感女神王心凌，2015年发行了自己的第11张专辑《敢要敢不要》，与众不同，全新新视觉《敢要》的风格全面展现，收获业内一致好评。与此同时，王心凌还拍了电影《校园风云》以及《我想敬你杯咖啡》演技服务。好，欢迎王心凌。嗨，你好，王心凌老师。想问您一句啊，您是气质跟颜值都这么高的女生，我想问一下，你觉得女孩子是气质更重要还是颜值更重要？这位先生，说话不要多的女生听见好吗？来，这位先生，那你来。哦，真的、哦，那期待王心凌老师今晚在酷音乐亚洲盛典的精彩表现，谢谢，谢谢，谢谢。辛苦，慢走，我的姐。哇，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刘思涵。刘思涵被称为中国 Adele， 他凭借成名作《走在冷风中》。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接下来有着天使之音的刘思涵向我们走来，欢迎刘思涵，欢迎欢迎。好，欢迎欢迎刘思涵。啊，今天好漂亮啊！最近有出新专辑。那想问一下，在进行是不是继续参与歌词创作呢？觉得有可能，有可能会。那你有什么想跟他说的吗？跟佩妮姐说吗？感谢佩妮姐，对，感谢佩妮姐是做我第一张专辑的制作人，然后你希望我们一起做出更多好的音乐作品。好的，谢谢谢谢，刘思涵，来，再次感谢。哇，欢迎我们的女神陈洁仪。新加坡的实力女歌手陈洁仪曾经在事业不向顶峰之地激流勇退，暂时告别歌坛。当她重归乐坛，舞台剧电影演唱会现场开花，为乐迷们带来一次又一次的视听盛宴。谢谢辛苦老师，好，欢迎陈洁仪。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上一年底签了新公司，那么今年的工作上有什么新的方向吗？Thank you.
我也很期待，我是这个林杰姐。哦，我想问一下林杰姐，今年会有新的个人创作和乐迷们见面吗？就是。你说写歌吗？对，其实我自己很少写歌，那不过就是今年出的新专辑也会继续，就把去年开始的着迷的生日演唱会做完，那之后应该也会再出完新的演唱会。 OK， 那我们谢谢林姐，期待今晚的精彩演出。谢谢，好，谢谢。好，谢谢阿七炫。接下来这边呢是OK， 前韩国歌唱组合 H.O.T 的成员安七炫，哇，有人说他是花样美男，但是作为歌手出道的他在单飞发展后，成为影视歌多栖艺人，在音乐制作以及影视剧方面获得了不俗的佳绩。哇，这个好帅！好，我就是这么容易被圈粉，我已经被圈上了。想问一下我们，作为一个多栖艺人，在过去的一年里，觉得自己在哪方面的成绩比较满意呢？今年的작년에가장마음에드는성적성과감을보여주셨습니까？네，올해이제3개월이됐는데3개월3개월중에는이번시상식에참가하는게가장가장큰기쁨이라는생각합니다。能参加这次盛典是对我来说是最开心的事情。好，那谢谢李健，再见，再见，谢谢，谢谢，谢谢。哇，接下来欢迎我们的人气偶像Mike以及白兔。今年一年 Mike 频频活跃在荧幕前，更是在华南高中饰演了青蛙剑鱼，网友在呼吁该白墨并不能成为史上最帅的猪八戒。白兔呢是我们的红白凤。来，再把它牵上我。创作型男歌手品冠，刚刚结束了上海站的巡回演唱会。品冠在过去的一年里包揽了乐坛的各大奖项，成为了当之无愧的音乐才子。有请品冠老师。
下一步，我觉得我想透露一下，有没有计划第三个宝宝？目前没有。其实我是最近才把我的这个膝盖这个护具拆掉的。你刚刚有说到那个我上海的演唱会，其实我全身坐着轮椅表演的，所以算是一个好的，最近算是一个好的开始，就是刚把我的护具拆掉了，然后希望接下来是顺顺利利的，是，对。好的，那么真的是看待前辈偶像男先生这么拼这么敬业，咱们有什么理由不拼，对不对？谢谢林哥老师，谢谢大家，期待今晚精彩表现，谢谢。好，让我们欢迎欧豪。欧豪的粉丝在哪里？2013年出道，2014年就获得了酷音乐亚洲盛典年度最佳新人的奖项。2015年参演的《在世界中心呼唤爱》与《风筝》两部电影都将在2016年上映。来，我们欢迎欧豪在黑板上添加自己的名字。哇，欧豪的人气真的是很高哦。你好，想问一下，2016年参演的两部电影马上就要上映了，对于这个电影和对自己有什么期望吗？对，有一部是《世界之窗》，跟胡歌导演合作，还有一部是《胡歌》，然后都会在今年上映，期待。我觉得希望在多少之后会有所进步吧，因为其实去年一整年都在拍戏，其实跟歌迷的。希望今年能给他们带来一些惊喜。哦，真的是很棒。好，想问一下欧豪，那这些电影角色里面最想饰演的是什么类型的？对，什么类型的？其实上就是去年2016年的时候试了两个角色，其实跟就是2015年拍的戏，我觉得都有一些差别的。然后今年接下来也会有新的戏要开始进入了，然后我觉得因为会有别的一些角色可以尝试吧，他要等今年等出来的时候告诉大家的。因为我们知道你在左耳里面的演出真的是相当出彩，而且我呢是作为左耳话剧版的张漾，所以说今天见到欧豪本人，我觉得还是真的是差了好远，从气质上就被打败了啊。好，辛苦，好，谢谢。让我们欢迎魏晨。好，时尚先生魏晨。去年底，他在台湾发行了 B 专辑《白日梦想家》，连续2周摘得最具影响力唱片，排行五大市场的桂冠。而且魏晨在演艺事业上也挑战新角色，出演犯罪警匪片《冰河追凶》，并首次挑战新角色，登上电影主题曲《破绽》。哇，我对魏晨真的好帅，真的好帅。好了，既然这么帅，那就提早一点下去吧。开玩笑，留步一下。就是我想问一下，你的电影和第一个时间秀场是说的最多的？我觉得不一样的收获。马上新的电影就会上映的，叫做《冰河之中》，我觉得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然后也讲了好和坏、人性的本质。我觉得音乐方面就是自己的最爱了，就是像他自己的个性。真人秀我觉得又是不一样，另外一面，而且可以交到很多不一样的朋友，所以我觉得有不一样的收获，就是我很感兴趣的工作。好，那谢谢魏晨老师，谢谢。好，接下来向我们走来的是来自韩国制男团出片的成员之一 Nicholas， 让我们欢迎 Nicholas。 他是帅气优雅的泰国王子，出道以来以超高的人气席卷泰国、中国、韩国以及日本。好，我们欢迎 Nicholas。好，我进你的海边，哇，好帅！哇，我被他的背影秒掉了。来，
大家好，我是李坤。好，想问一下李坤，今天自己代表 2PM 来我们的酷音乐亚洲盛典，没有队友陪伴会不会有些不适应？现在大家都在旁边等。你说你的工作不多，我说他，我在发现帅哥，你发现帅哥的话就比较多。对，他说什么叫我发现帅哥，我话就比较多。他说啊，我们成员都比较忙，因为只有我工作不多，怎么可能不多？那我们想问一下，现在一坤涉足了演歌手跟演员两个领域，想问一下今年的工作重心会大致放在哪个方面呢？This year I will be focusing on 2PM. I might not have a lot of individual work this year. We have to get together and do as many activities as we can before, the time. 就是比起演员和歌手这两个身份，你会说他今年更想把他的重心放在 2PM 身上。哇，真的很棒，真的很棒。好，那我们谢谢李坤，也期待今晚的精彩演出。谢谢。怪星的来了这么多的，我觉得我真的是有后悔，真的有后悔，就后悔来这个答应这个红毯主持。虽然说能够叫各位老师、各位前辈，我真的有惊喜吧，但是来来往往的帅哥真的是让我觉得。好没有自信。好，现在又到了一条很硬的插播广告环节。今天我们的盛典是有多硬？酷我繁星网2016.酷我.com和酷我秀场以及彩虹音乐三个直播间外，大家还可以在优酷土豆、乐视视频、华数据、哔哩哔哩第一视频、凤凰视频、中国蓝 TV、小米电视、手机电视、电视本、熊猫 TV、斗鱼 TV、大麦快讯粉丝网、乐嗨直播、中国闪动开讯视频、咪咕直播、爱看视频、魔力视频、挖趣视频、爱豆观看活动在线直播。而且还可以在酷蓝粉、酷爱粉、多听爱粉、车听宝、优听之有实时收听我们的直播。没有错，现场真的是，我还是真的是最后再提醒一位各位粉丝朋友吧，一定要注意安全。虽然说我看到他们，我都有些激动，但是我的便利条件你们应该是有点比不了吧。而且还要提醒大家一点，刚才像我刚才开场的时候说的，今天我们会产生酷音乐亚洲盛典现场最具人气大奖，所以呢。各位粉丝为你们喜欢的艺人要支持加油，大多多投票。星哥，但我刚才问题没有问完，你觉得来了这么多的没有问题，可能没有问完，所以来问我是吗？对啊，那你为什么要打断我？我想问一下，来了这么多人，觉得你有压力吗？真的，就是颜值太高，我嫉妒呗，我就是嫉妒。那你觉得？哦，我们有好像有好，你告诉我嫉妒吧，来了。就是让我们请 Shani， 哇，这个进毁了耶！好，那个大鱼，你慢慢主持，我现在还有一些事情，我要先撤了。不要，接下来是来自韩国的男子偶像天团 Shani， 他们阳光且充满活力，由温流、李钟铉、金基范、崔敏豪、李泰民五名成员组成。去年 Shani 在首尔奥林匹克公园体操竞技场举行了第四次演唱会，并且发布了第四张专辑《Oh》。无论是专辑还是演唱会，他们都交出了一张漂亮的成绩单。哇，欢迎我们的偶像天团 Shining。来，在我们的板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欢迎。大宇，我觉得我真的是可能还是有点急事儿，好吧，你这个自己撑一下。好，我走先，我被
团体秒跟渣一样，你忍心？来，欢迎我们的 Shine， 您请。来，我们想问一下 Shine， 之前有来过广州吗？这次来到广州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也是在广州，我新的第一次来。우리가중국에서이제여러공연차방문했을때도왔던적이있고요또이제광주라는곳에오늘또다시오게돼서상당히기쁩니다他说他们之前是因为巡回演出来到广州，然后这次又再一次来到广州，感到很高兴。高兴。好，期待你们的表现。我想问一下，作为一个韩国的偶像天团，在想在中国获得什么认可？最大的认可？是歌迷们喜欢吗？한국의아이돌로서어떻게어떤인정을받는것이제일기쁘다고생각하세요일단저희들색깔을인정받았을때가장기쁜것같고요일단뭐명예라든지사람들이알아주는것들도중요하지만저희들의만족이거같다는생각을합니다他们说他们认为就是能就中国的粉丝们能认可他们的色彩，就是他们的团体色彩，然后能认可就是比名利更重要的还是能认可他们自己的独创性，感觉那个是最重要的。哦，真的很棒啊。我想还有一个问题，上次带来的新专辑主打的略有十分动听，那个灵感来源自哪里啊？我지난번에새앨범을발표하셨는데그영감은어디에서오셨나요네샤이니앨범일단저희는항상가장뭔가남들이하지않았던걸제일먼저하려고세련된음악을찾는것같고요그리고나서뭔가메인버들이각자의의견도많이반영되었고그러면서팬분들이빨리앨범을보여드리고싶어서준비하고나왔었던것같아요他们说他们想做那种独创性的有独创性的专辑，就是别人没有做到的那种专辑，然后想要更快一点的见到粉丝，所以他们之间互相沟通之后就新出了这个新专辑。哦，好的，谢谢我们的声音，谢谢，期待今晚的精彩表现，谢谢辛苦。你有没有注意刚才我真的一句话都不想说呀你躲得我很远真的很怂哎还好我中间有一个翻译老师在不然我也很尴尬啊没有真的是哎平时照镜子觉得白帅了这以后再不要当主持了是吧好今天这个首秀环节就到此为止了那不行还有更重磅级的嘉宾要到来哦，我感觉已经看到粉丝在呼喊他的名字了，他是超高人气，欢迎华晨宇，我新弟弟华晨宇。2013年在参加湖南卫视《快乐男声》荣获年度总冠军出道，2014年就登上马年央视春晚并线上，在那遥远的地方，在去年的时候更是荣登福布斯中国名人榜，并且发布了自己的第二张专辑《异类》，备受媒体和粉丝们的关注。好，我们欢迎华晨宇，来在这里签名。我每次见到花花，我觉得每次都好帅啊！一次一次刷新你的世界观是吗？真的。花花你好，今晚想问一下，在酷音乐的亚洲盛典上，最想要什么奖？什么奖？什么奖？随意啊，就是都可以啊，开心就好，对吧？对，就是开心就行。那你们随意是说啊 ，OK 啊，都给我都 OK， 对不对？说多一下就越好了吗？这可以啊，对，都给我也可以。啊，想问一下，因为发行的新专辑《异类》嘛，今晚会演唱这首歌曲吗？会啊，那今天晚上就要表演《异类》这首歌。真的、啊，这歌超级好听，又听过没有？肯定有听过。啊，那今天现场有很多喜欢你的和远道而来的朋友啊，跟他们来一句，打一个特别特别甜美的招呼怎样 ？Hello， 大家好。果然是火星弟弟，这火星弟弟的前辈法吗？这是
打招呼，前辈一点，前辈一点，对，像他的花一样。哈哈，哦，不要为难妈妈了。哎，想问一下，对火星地质稍微有介意吗？没有，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别人给我的称呼，然后其实我觉得还蛮有爱的。那如果你真的遇到了火星人，你会想跟他说什么吗？一起种土豆啊！一起种土豆？为什么是土豆啊？好，那我们谢谢花花，也期待今天华晨宇今晚的表现。来，谢谢华晨宇，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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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拍照是吧？好，我再给你拍张照片。辛苦辛苦欢迎欢迎。好，今天我们有请武林男神黄致列。哇，黄致列最近几个月人气急速上升，他拥有偶像气质的外形，浑厚且沧桑的独特嗓音，使他吸引大批粉丝，音乐上不断尝试新的风格，让他的作品更加多样化。让我们有请黄致列。好，超级大胆啊！好，欢迎黄志烈老师来在板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谢谢黄致列的到来，谢谢，谢谢黄致列。接下来这位可能所有我们的中国粉丝一定要尖叫了，让我们有请金钟国，能力者金钟国，这个可是绝对的能力者。对，因为在武汉我没有跟他思路明白，所以说尝试过他的力量。啊，是我的衣服都被扯烂了。金钟国不仅用独特的音色占据音乐首位，更是在各大综艺里展现出他的强者形象。我这个，啊，你好，哦，大家好。OK， 在板上显示自己名字。其实我紧张了，我真紧张了。我并不是紧张，我嘴都有点。啊，因为我真的是他的真正粉丝。刚才来的那些前辈，哪个你不是粉丝？都是。好，谢谢我们的金钟国，谢谢谢谢，来照张相吧。Thank you, thank you。好，谢谢谢谢。好，接下来向我们走来的是苏玉莹、张信哲，欢迎二位，欢迎二位。这两位非常厉害了啊！一位是行歌王子张信哲，另一位是我的90后实力唱歌人，昔日的一匹黑马苏玉莹。来，在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来，谢谢。谢谢各位老师，谢谢，能合影，能合影，好，谢谢。好，非常感谢张信哲老师到来，谢谢。苏英老师，谢谢，谢谢，谢谢。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嘉宾张杰，杰哥。
在去年的布里耶亚洲盛典上，杰哥以一人独揽三大奖项，并荣登猴年春晚春舞台演唱发光时代。去年二月更是主导策划 Just for Star 洛杉矶音乐分享会，用利物音乐分享的方式与海外歌迷共度元宵佳节，尽显华语音乐人的独特风采。欢迎杰哥。你好，你好，你好。哎，我想问一下你们，现在你已经下事业双丰收了，下一步还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我现在准备今年把自己的十五歌快一点给大家推荐，然后这也是在下个月，所以很快。我下个月的话，哎，给你卖，给杰哥，他们真的是有福了。下个月我又能听到特别特别好听的歌曲了，是吧？啊，这是今年的。这个取得这么多优秀的成绩，最想感谢的人是谁呢？最想感谢所有的歌迷吧，因为我觉得大家一直很喜欢我的歌，然后无论男孩子女孩子都以这么喜欢，然后当然还有我给我支持的我的家人。真的，既是超级偶像，又是实力歌手，还是我们的家庭暖男。好，那谢谢杰哥。期待杰哥今晚精彩的表现。好。好。我想说一句比较招人恨的话吧，就是终于走完了。我这一场的打击真的好大。不知道我们俩主持人会不会以后被人骂？对对对，有再也不会有人请咱们俩做主持了。说主持这样，不过还好我给自己打气，因为今天见到了这么多的艺人前辈啊，也算是给自己上了一课啊。好，今天我们所有的音乐人都以悉数亮相和大家打招呼，一会儿我们一起期待那场的演出。好，再次我们要感谢现场的歌迷们，谢谢你的热情的掌声和欢呼声。接下来我们还有更精彩的酷音乐亚洲盛典，最多人听的时尚音乐趴在等着大家。还有收看网络直播的网友们，不要走开，请继续支持你们喜欢的音乐人。今晚获得票数最多的音乐人将会荣获酷音乐亚洲盛典人气王的称号。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一会儿呢我们还要去专访间，各位可以先放到切换到专访间来看我们，大家谢谢大家。